炸沙包呗，100块钱四个，炸肉、胖肉饼算。老板，我可厉害不行啊，我能全给你炸光。哎，我才不信嘞，炸一回吧。来，炸完一会儿给你钱啊。行。啊。小伙子，你真棒，这些玩具都是你的了。还行吧。哎，这17个沙包呢是425，上你400得了。行。哎，胡哥，胡哥，哎，咱要这么多玩具没什么用啊。哎，也是啊。哎，老板，你这玩具你回收不回收啊？收啊，你卖吧。卖，那怎么算了呢？你等着，我给你拿秤去啊。拿秤？一共180多，算你200，来转账。我还给你转账。有点难，这东西，咱不玩了，咱。不难不难，搁那种着，来50块钱给你6个球，两个，3、4、3种的话，你随便挑一个，行不？这罐子全部倒了。啊，全部倒了，随便挑一个。那试试吧，玩一局吧。好，这就行。哎，看多简单啊，大力出奇迹，来选一个。像那加班包行不行？可以，来吧。要那个就皮卡丘吧。回哪呀？要那个小猴子吧。爸爸，要给米老鼠吧。爸爸，拿这个熊吧。对，粉色的熊。这个熊。嗯。吃得了。来来来，爸爸。这么着吧，哥，咱还没说爹。呀，这我亏多少啊？这送一个包肉，把钱退给你得了，是吧？也可以是吧？那就当交个朋友得了，对吧？啊，行行行行，那这样子，有时间我都过来，还在。好好，你可别玩了，你这两天我可记住你了。可不能回来了，可不能回来了。15块钱15条，全部中了，随便挑。挺押韵的啊，老板啊。走南闯北这两年，没点本事咋挣钱？哎呦，老板，我扎住了，我可要你这个大毛绒玩具啊！要点娃娃拿回家，管他那气球，啪啪啪。啊，来，咋？生意兴隆。雷声大雨点小，这个娃娃你拿不了。老板，再来一句。不中，不交耍。老板，你没看出来我是故意不扎中的吗？我看出来，你让着我。那这样，我给你送个纪念品吧。纪念品。对。不是，老板，你的意思让我看了这以后都想起你来了，这是。Hehehehe